期待已久的布鲁伦八大道定时扫街活动于13日正式拉开序幕。本次由布鲁伦社联会发动、恒通银行赞助推行的清洁活动，得到了八大道民众的广泛赞扬。日落公园八大道定时扫街活动由专业清洁公司 Atlantic Maintenance 受聘，在每周选出三天清扫大道的垃圾。清洁公司负责人之一浩特指出，清洁人员将在未来10天进行全面性的清洁工作，除了清理街道上的垃圾，也将清除灯柱上的非法街招以及马路旁堆积的垃圾等。同时，布鲁伦社联会会长费小莲表示，该会推行的定时清洁活动获得市清洁局的合作，该局已经同意增加八大道上每天清洁街边垃圾桶的次数。他希望八大道的侨胞们，不论商家或居民，都协助保持社区清洁。